荃湾广场是荃湾市中心的老牌屋苑，由新鸿基发展，卖点是近西铁站和区内的购物圈。基座设有楼高六层的同名购物商场，由餐饮、服饰、美妆、生活百货到戏院，包罗万有，为住客带来便利生活，闲时还可以看戏消遣。屋苑由两座大厦组成，合共提供大约480个单位，户型分为两房和三房，供应量各占一半，户户厅房分明，但是就没有套房。单位主要望向市内景色和商场平台花园景，虽然屋苑设施不多，但亦提供室外泳池和儿童游乐场等的基本配套。屋苑附近的社区配套非常成熟，一界之隔就是荃湾大会堂，而附近的沙咀道游乐场就有齐足球场和网球场。购物方面，四周大型商场林立，还有香车街和洋屋道两个街市供选择。屋苑对出的大坝街更加是美食云集，可以大饱口福。交通方面，经由行人天桥接驳去到荃湾西站只是几分钟的步程。附近的渔心广场和西铁站分别设有巴士总站，四通八达。